期接下饮品代言，拍摄广告短片，在短短15秒中，他大秀精湛的球技。身穿无袖上衣的他，手臂肌肉一览无遗。是上昆达拍摄该短片，工作时数长达12小时。不过可以看见，镜头里的昆达依旧相当完美帅气。而近日正在为 YouTube 夏季篮球大赛备战中的他，也提到自己难得可以来球场工作，但要好好把握打球的机会。随后被询问到对于自己的体态是否满意，昆达则回复说道：“体重体脂可以持续保持，让运动表现挑战更好成绩。目前自己会加强运动的训练，也很在意体重的控制。”直呼健康的好体态是基本要求。而广告的画面一曝光，不少粉丝留言表示，完全看不出来昆达41岁了，身材也太好了吧。Bye.